事有弥成，其之意不为史册改。我为桓吉，此中尽可考。周安王十九年，荧惑守心，诸侯嗣，礼崩，天下乱。受阴天下，其位安师，天命反侧，何伐何用？霍雍，待你行完这最后一次将要之仪，父神就将驾临这人世了吧。到那时，这世间或许就会变成幽涧那般幽暗而深邃吧。你真的想要一个那样的世界吗？谁？你真的希望这冥界的一切都永远沉沦在无尽的幽灵之中吗？是谁在装神弄鬼？出来！剑士，或许你该听一听自己的心声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恐惧，美妙的滋味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剑士，我只要一个就够了，还差一点点绝望，我就能彻底毁掉天幕。到那时，整个人世都将是我们的猎场。我们？何人给你的胆子，与我相提并论？离开。走开。阴系，我已借使入冥界，此地之事就轮不到你们插手。哼，就猜你有朝一日护卫这冥界蝼蚁，置尊神之欲于不顾。尊神之命？什么意思？幽银生命，尊神已下谕令，灭此之事。剑士兵离，你想违反尊神的意志吗？你死了，尊神就不会知道。剑士兵离，你竟敢背叛尊神！背叛？我从未背叛，但此界之事，无你们插手余地。哼，口口声声未背叛，我等奉尊神之意降临，你又为何阻止我等行事？我……哼。连辩驳都不想了吗？那今日我就带尊神除了你这叛逆。剑使领命。请奉神旨。我们永远都无法享有的眷顾，你却这样轻而易举地放弃。剑使，你该死。这人世间的生命都是这样脆弱可悲，甚至连尊神的眷顾都无法承纳，在这待得久了，难免会沾上些他们的懦弱，对吗，剑士？我虽然不理解你的所为，但毕竟你是尊神依照我的模板所塑造的。放下你的剑，与我一同回幽界请罪吧，我会请求父神宽恕你的。这世间还有我想要的东西，抱歉。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
蝼蚁。见识领命，湮灭吧。神指，你听清楚你的心声了吗？你究竟是谁？我是传信之人。定不辱命。既是传信之人，那你传的是谁的信？剑士，你可曾想过，究竟是谁让你来到这人世？难道真是那被困在天幕之外的罗侯吗？一个连躯体都未拥有的神吗？你可听过枝桠的轻拂？可见过明媚的阳光？可饮下甘澈的泉流？这人世在你降临之后的每刻都在向你展示着善意，因为正是他邀你前来。人世怎会需要一个毫无生机的人偶呢？世间万物无畏外象，若有其魂皆为生灵，吾为梦境之主，可见诸生之灵，诸般虚妄皆不可遮，凡有魂者无皆可见。冰离，去我与你这世间至极的梦境中吧，看一看这人世究竟想对你说些什么。